我们现在来到慈神县有红叶市之称的永元寺，那这边是属于朝洞中的，然后沿途的红叶很好看，而且它这边的风景啊，还有河边的倒影，这是一个河边，然后就是很田野很乡村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这个红叶寺里面参观，来，大家跟上哦，那个侯家大哥已经去买票了。这里红叶很漂亮吧？我昨天在想要三改哪个群生，我觉得这个千万不要，这个这么偏僻，你要自助来都很难的。